纽约，美国最大的城市，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的医疗中心顶层，中医针灸医师金鸣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60岁的金鸣出生于上海，1982年，他从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1990年随丈夫来到美国。初来美国的金鸣最早是在朋友的中医馆坐堂。当初我来的时候，中医还是非法的。那时候我们拿一个小麦子，一看到有不对，感觉就走了，因为不是理由了。我就非常慌，我就想，如果中医一直是这个状态，那我可能还是要选择回去。就在金鸣徘徊是否回国的时候，一位叫丁锦元的医生给美国的中医带来了希望。他正带领着中国医学会争取针灸的立法。金鸣因为英语好，被丁医生看中，加入了促进针灸立法的队伍。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大多数的中医师都是不识英文的，举的牌子前面写的是英文，举给那些官员看的，后面都用中文写着英文的翻译的字 support Chinese medicine， 他就写什么塞坡特什么，因为都不会读嘛。 How do you feel? Good. Relaxed. Relaxed. I want you sleeping could be better. 据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带回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北京烤鸭，另一个就是针灸。中医针灸的神奇疗效从此被更多西方人认知。几乎在同一时期，丁锦元医生带着金鸣为纽约州长等官员和美国民众进行大量义诊，也直接促进了1990年针灸在美国的立法。针灸立法后，金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第一批执照针灸师。好莱坞明星布拉德·比特、艺术家小野洋子、前纽约副州长等名流政要都曾指名要金鸣为他们诊疗。Aleta 是美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她曾在57岁高龄的时候，通过试管婴儿和中医针灸疗法相结合的方式，生下一对双胞胎，成为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产妇。那时，Aleta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受孕。金鸣用针灸和中药为他调理半年有余，才促使他成功受孕。如今70岁的阿莱塔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认为这与他长期坚持中医理疗密不可分。Because I had twins at 57, naturally my body was a little weaker. I couldn't go up and skip around, so I had to heal. And Ming was there to help me with the acupuncture, but also with the herbs that were going to feed the systems of my body to repair themselves. And then I felt like I got stronger and better quicker. Aleta, this is the tonic, we call it 大补膏。这个大补膏的成分主要是阿胶。你说我做妇产科的啊，需要用到阿胶的嘛，对吧？但是有一次我开出去一个药，收到了这边动物保护委员会的一个通知，还给我寄了一个片子，说中国人怎么为了取到那个阿胶来杀驴子，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国情和文化的差异让金鸣越来越重视中药的来源和安全，无论诊所有多忙，他都要去中药店核准药品的质量和制作过程。它有验证的这个 number， 然后里面所有的那个都要符合要求的是吧？对，都要符合要求。在美国，药物要经过严格的剂量和毒性测试，达到 FDA 的药物质量控制标准，才能被列入药物。中药在美国并没有被归类为药物，而是作为食品添加剂出售。但是我们不能出售的，我们还是基本上还是不用的。有些疾病啦，像这种麻黄这种，像有些人哮喘非常厉害，那我有的时候会急性的给他弄个三副啊什么，就是救急这样子。I bring you the sample to see. Look at that.
Lori 曾患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缺陷症，金鸣用人参和针灸让她逐渐恢复了免疫力。15 years ago, and they said I was going to die, and I was seeing the pulmonologist three times a week. It was really bad. 基本上上次的时候，他说大概活不了大概一周吧，什么东西，那我没办法，跑到中国长白山去弄来一支那个老参。不能骗人家，因为人家不知道。你说这个是三十年和十年，你怎么知道？不知道的。但他在治疗上是完全 different 的，救命啊！这就是中药的那个独参汤的救命之处。With gratitude, if it wasn't for her, I don't know if I really be here today. So there's nothing I wouldn't do for her. She's so generous of her soul. Like she's here just to help people. She dedicates her whole life to helping people. 三十年的行医经验让金鸣在针灸和中药的使用上都游刃有余。他为至少12位肿瘤患者延缓了38年的生命。现在医馆有22位医师，是纽约规模最大的中医馆之一。我最初一个诊所实际上刚刚来的时候是开在法拉盛的，相对房租便宜一点。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分析你的周围的人的情况，如果你能讲英文，你就要到讲英文的人群中去。后来我在我老师的鼓励，我就想，对对对，那我就去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打3份工啊，我打的工简直是我在3个医生那打工，我早上出诊，我晚上教书，所以我一天大概睡4个小时，做7天的那个时候是。诊所入驻曼哈顿，给金鸣带来信心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创业初期曾一度非常艰难。当初搬进去的时候是很好笑的，因为我的床，我的治疗床和我的睡觉的床都是我自己用木板叫切割成用钉子敲的，就是当初我们进曼哈顿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针灸的立法让金鸣如鱼得水，然而中药在美国的尴尬境地极大地制约着像他一样的中医师们。渐渐的，金鸣生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为中药立法做尝试。梁老师，那么久了，你好不好啊？梁宝山，纽约中医药联合会会长，也是第一个用集装箱把中草药进口到美国的中医。那个时候呢，台湾记者把个中医，给政府告了，那个时候，对对，他告你无牌行医，他派了一个姓严的上海人，他就假装来看病。我这里也有过卧底的来过好几次呀。很多官员到 Chinatown 啊，到中药店啊，他们都去做过很多很多的巡访。卖酒的说，我这个就是中药啊，因为酒里面我们酒的虎骨酒、人参酒、红花酒、十全大补酒，这些都是中药啊。然后到了那个南货店，他们也说我们也有中药啊，红枣啊、莲心啊、海带啊，这些也都是中药啊。他们实在是搞不懂这些到底是食品还是药品还是酒类，因为在美国它是分开来的，食品就是食品，药类就是药类，酒类就是酒类，它的牌照是不一样的。语言依照它的立法那个体系嘛，如果你一下子是中药那个立法很难的， FDA 这关很难过的。中药立法困难重重，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在美国，立法首先需要提案，提案之后再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金鸣知道获得政府高层的信任和支持是立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下一步，金鸣决定要从草拟提案开始着手。中药的立法呢，我想也会在慢慢在不远的将来走向一个规范化的用中药的这样一个过程。晚上，金鸣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家人和朋友都早早准备好了为他庆祝生日。同样是中医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总是要倒倒苦水，互相慰藉。主要的问题还是讲到生产单位，人家美国市场是不是相信你的问题。西药每一个药，它后面都写的，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副作用，有肝肾有问题的人要什么小心，它都写的。我们写过没有？没有。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就是等于现在这么一个很尴尬的环境，就是一方面需求是有，
而且在中国一直在用几千年了，但它又偏偏不能当作药来卖。每次聚会都要谈工作，对金鸣的家人来说早就司空见惯。独生女儿 Angie 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她并没有如金鸣所愿继承自己的中医事业。但我希望我的女儿当然了，对吧？希望她能够做这些。但我的女儿就告诉我说，妈妈，你没有明白，你只看到你医学这一块。她说，你知道吗？华人在这里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法，你们需要一个法律来保护你们，所以你只有从法律的层面来把中医和针灸和西医做到一定的 combination， 你才能够讲你的中医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他一天到晚就说 law lost the most important， 就在这跟我讲。今天金鸣六十岁了，他依旧充满活力，中药立法何时能实现不得而知，希望爱笑的他能够梦想成真。